正所谓一喜出三害，我们高家也很久没办喜事了啊，有多大就搞多大，人无千秋，花无百日红，人的口味随时都会变。高丽小姐，你是否愿意嫁罗亨利为妻？你都会永远对他不离不弃，永远都不变心。我不愿意，我不愿意。一生一世矢志不渝，这是几十年的承诺，压力很大的，我真的觉得压力很大，我怕我做不了，我辜负了你，我对不起你。高鹏版做奇迹片，今天下午5:30 TVB 吧。肖像绘图热爆东京，浮夸笔触画出真我个性。有没有把我的善良、天真、单纯、可爱的那面画出来呢？大阪风味席卷台场，特色章鱼小丸子惊喜连连。成人限定的咖啡厅，玩的居然是小孩玩意。高难度的拼图，但玩不好会颜面扫地。东京印象，周三晚上8:00 TVB 吧。跟随建筑师的步伐，鉴赏香港特色建筑，把这个欧洲的风格融合了当地的技术、材料或者环境、气候，这样去演化而成的。走访不同宗教殿堂，感受中西文化融合。用一个中国建筑的手法呢，表达了一个西方或者叫基督宗教它的灵性的追求。追踪学校建筑演变，见证香港教育历程，探索地平线香港注记，周五晚上9:30 TVB 吧。平安大赌徒，看谁最幸福。明显就是嘛，看吧，0.58，侯三雷，自己来，没发生什么事啊？好啊，侯是那个啦，都不行啊，两个渣男人吃什么甜食？笑到人仰马翻，型男大主厨，周六晚上8:00 TVB 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香港 TV 的周志康，周志文。有人说两个人分享一个快乐就变成两个快乐，那越多人分享快乐，那快乐就越来越多。祝大家圣诞快乐 and Happy New Year。经典圣诞又一城，由香港九龙塘又一城为您呈现。